能，账号是公祭乙未抗日烈士祭典，典礼开始。31日，彰化县义士林振孝等二公祭一位抗日烈士祭典，县长王惠美率本县各机关团体。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覆帽。8月31日，咱拢会伫咱八卦山以外即个公园吼来举办。那主要有两项，第一就是伫民政年时代吼，咱的东西有两个将军，义安一个是邓贤祖，两位将军来台开垦吼。那后来是葬在我们八卦山。另外的话，是因为这个清末这个甲午战争，那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。那当时就有我们的这个吴鹏年以及的吴汤兴，那带领的这个抗日的这个烈士，那一路呢从台北北部台湾呢一直到彰化城，最后是在八卦山的这个乙未年的一个战役，在乙未年的战役里面来身亡哦。那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为台湾保台湾的一个这个抗议。那我们也每年的8月31日最主要是在纪念这两个一个事件哦。那在这边特别谢谢各单位的一个这个配合。那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都有做缩小规模。那我想这个如何爱台湾，那这怎么样把台湾的历史哦，那能够呢完整的呈现。那最主要还是要再谢谢我们这一些过去这两位将军来台的一个开垦，也要谢谢这5000多位的一个烈士，他们呢守护台湾的一个这个心哦，才能让我们现在保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跟现在的一个富裕。